好，这一题我也是把它乘进去，它就会变成 3x power 3减 2x power 2，然后我的 dydx 呢会是等于那一个 9x 2减 4x，所以它讲 dydx 等于5的时候，dydx 等于5，所以我把这个放进这一边，它就变成 9x 2减 4x 等于5。然后我就有 9x 2减 4x 减5等于0，它变成一个 quadratic equation。然后在这一边呢，我就有 9x 跟 x 5 e 5，然后它会变成减9加5等于0，所以我的那个 9x 加5等于 0，x 等于减5和 9，x 减 e 等于 0，x 等于 1。So 你 quadratic equation 也要会，你 quadratic equation 不会的话，你来到这边也会有问题的。